这里租金贵吗，阿姨？租金也贵，这里。他一个月收你多少钱？一个3000多。3000多，那还挺贵的，这里。一般什么时候人比较多，这里？啊？一般什么时候人比较多？下午，买菜的就4、5点。下午4、5点。阿姨，你有没有统计过一天能做多少个？干嘛？啊。300多。一天300多。能卖得完吗？差不多。哦，那生意还挺好的啊。那把那些都给你卖走了。这一锅一般有多少个？大概有20多个。20多个哈，一锅10分钟，对不对？外输里内。